好，沙茶酱是很重要的调味料。有这么一群年轻人在洛杉矶东区的罗兰岗开餐厅，用创意结合了沙茶酱，把纯正的台湾小吃带给广大的消费者。而在接下来美食任务沙茶美食大收集当中，就要带你一起来看看这群年轻人对台湾美食的热情。美食屋的观众们，大家好！我们平常每一次都会在这边介绍大家不同好吃的东西哦。今天的特别不一样，因为今天我们是身边的这群年轻人，我们在洛杉矶东区实现他们自己的梦想。甜甜的，有点汁，再撒上我们独特的酱料，有沙茶酱的味道，香香的，配上蒜片夹在一起，真的很好吃。哎呦，听起来真的不错啊，来试试看。哎，你们东西真的蛮好吃的。就跟你说吧，真的很意赞。光香肠哦，还有什么跟沙茶有关系的？我们这边还有一个最有名，想到就要吞口水的啦。这个就是台式大鸡排。大鸡排哦。可是为什么说跟沙茶有关？其实我们个人啦，老饕。有些喜欢把鸡排沾着沙茶酱一起吃，其实我们腌制的过程中有加一点点的沙茶在里面，可是除非你很注意，要不然其实你吃不太出来的味道。然后再加上为什么沾沙茶很好吃呢？因为我们主要是用带骨的鸡胸肉，就如台湾的做法一样，绝对不用鸡腿肉哦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鸡排吃起来这么的不一样。而且当你鸡排加沙茶酱的时候，鸡胸肉配沙茶酱，这个味道真的是让你有缤纷放烟火的感觉。看着这一碗热滚滚还冒着白烟的肉羹汤，是不是让人有一种猛吞口水的感觉？如果里面再加上口味香浓的沙茶酱，闭着眼睛光用鼻子闻那个味道，搞不好啊都还以为自己已经回到台湾的路边摊了。吃起来 QQ 弹牙，配上像台湾的羹汤这样吃，哇，真的是那个面都好有肉羹的味道。尤其让你再加一点沙茶酱或是辣椒下去的时候，整个汤的味道又不一样，更浓厚，配上肉羹 QQ 的口感，整个肉更像是升级了，变成 A plus students 一样的感觉。哇哦，我觉得你应该来做美食屋，真的很厉害。真的，现在的年轻人可是很厉害的哦。面对镜头讲美食，不但不紧张，而且还讲得头头是道呢。好，那我再来考考他们。像这一盘切得一片一片，光是看起来就香香嫩嫩的万峦猪脚，如果再搭配上沙茶酱做蛋料，不知道吃起来口感怎么样嘞？用台湾沙茶，所以也是会加沙茶酱一起吃，然后吃起来那个有沙茶有一点，这种说脆脆还是那种口感呢，再配上猪脚软软绵绵的，哇，这真的是你吃台湾吃不到。摆满整桌的台湾小吃看起来好丰富哦，不过被我们发现了，这一道台式总会三明治好像跟沙茶酱没有关系哦，是想偷渡是不是啊？不过还是很好奇啦，它到底好不好吃啊？我们的三明治呢，里面就像台湾的早餐店一模一样，美乃滋甜甜的小黄瓜蛋夹上一层肉，真的很好吃。医生你也很喜欢吧？太棒，每天早上我都包隔天来吃，真的我想到就想吃。而且加上我们有些时候烤完刚出炉的时候，热热的咬下去，芝华又喷出来，哎，我真的很喜欢。太爱那美乃滋了，真的都要把薯酱舔干净。真的年轻人开餐厅就是创意特别多，连饮料也充分感受到那种青春无敌的活力。像这一杯名字有一点点怪怪的，叫做爆奶红茶。有听说啊，连喝的方法都很有变化哦。那这种饮料呢，还有三种喝法哦。哪三种？三种喝法就是因为上面有 cream 嘛，那下面是红茶，那我们可以先用吸管先吃上面的 cream， 然后再喝下面的红茶。或是呢，你喜欢比较浓郁的奶茶味，你可以搅一搅在一起喝。那或是你想要先喝一口红茶，再喝上面的 cream 也可以哦。还有这一杯上面白底层黑的仙草奶冻，MJ咖啡的美眉们也很大方的透露他们调配的方法。他们说，好东西就是要跟好朋友分享啊，干嘛那么小气？仙草奶冻是我们的仙草跟我们的黑糖珍珠放在一起，那还有牛奶，所以喝的时候你可以喝到很浓郁的黑糖味，还有软黑糖的珍珠味，还有软软的仙草，那就有非常浓郁的饮料味。不
过既然这一集的美食任务是沙茶美食大搜集，我们还是把重点拉回沙茶酱的料理吧。既然 MJ 咖啡的美眉们对自己的后片吐司很有信心，那今天的厨师小秘诀中，我们就教他们教观众朋友们怎么样做这个创意葱花沙茶肉松后片。两面用 toaster 或是 oven 先把它烤焦焦酥酥脆脆，之后呢，我们再涂上一层的沙茶酱。沙茶酱当然是以个人喜好的多寡来决定。之后呢，铺完沙茶酱之后，我们再放一层肉松在上面，但也可以放鱼松或是素的肉松都可以，随你意。之后可以撒上葱花或是玉米，或是你也喜欢番茄的话，也可以放在番茄来一起吃。那这样子的口感呢，非常的特别，然后又不油腻，是可以当早餐、晚餐、午餐点心的好点心。最好哇，今天好开心哦，来到 MJ 哦，回来有美女介绍美食和饮料，而且这么多好吃好喝的东西，很开心吧？所以今天我们东森美食屋的沙茶美食大搜集成功。好吃在哪里？吃什么看这里。东森新闻带您吃遍洛杉矶最受欢迎的餐饮，不同风味的沙茶料理，美食创意让您大饱口福。美食任务沙茶美味大搜集，由立成牛头牌沙茶酱特约赞助。